天找到柔晶，他是穿了我们的裤子，有很好的见证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。说、so, 想问一下柔晶，其实是怎样接触到这个裤子的嘞？是小林介绍我穿的。说、他讲裤子穿了脚会痛啊，对身体很好。说、当时是你有脚痛的问题。对，我脚痛的问题。说、哪里痛？膝盖。我的后面，人家是膝盖，我是后面，我都不懂什么事。我看医生吃了药也是不好。所以自从穿了这条裤子后，只是几天我就感觉不痛了。说、那时候是痛到医生讲是就穿吃止痛药还是什么？是他起先是怀疑infection 哦哦，然后我就吃给他发炎吃那个药也是会好，然后我自己买那个蘑菇三明治也是。多少多久了的这个痛？这个痛是差不多是几个月，几个月开始痛的，可是就是吃蘑菇三明也不会好，医生讲发炎吃消炎药也是不会好，对，连穿了这个裤几天就感觉到比较不痛，对。然后除了这个以外，你们还有讲你去佛堂？哦，我每次是要出席我的协会的念经，所以一坐就是一个半小时，要坐在地上。所以每次几个月我去，我很怕去，因为一坐下去要上来，我就是真的上不来，我要很久才可以上来，慢慢你可以站起来，还要等不会痛，我才可以走路。会麻？麻，对，不是麻，是后面你会觉得它是紧缩，就这样很辛苦。所以自从穿了这条裤，每次去开会，我就是穿这条裤去了。所以就觉得真的是有效啊，真的是不会痛。可以站得起来。我站起来，一完，我就可以这样爬起来了。之前要怎么办？我就是慢慢的，有时候隔壁的扶我上来。OK， 所以当时你买给自己，还有买给妈妈，妈妈对吗？对，说妈妈，妈妈也是穿的也是很不错。她是我妈妈是老了，她80岁，脚是没有什么力嘛，所以穿了她讲现在穿的很好，走路会比较有力，也是会瘦了。她现在她身体是直直的，比较美，她的后面骨是有点歪嘛，所以现在会比较直。骨盆有斜了，过有变斜。等下我们会先照片在。你留下面给大家看一下那个 before and after。 所以还有他讲他衣服本来是这边肉太多肉太多穿不下，所以现在他衣服穿全部都是直直就可以 easily 的拉下来。因为可能骨盆有点移位，然后脂肪囤积在这边，对，所以现在是直直。慢慢他本来穿更痛对吧？对，有 complain 哦。对，他穿的时候就讲为什么我没有穿的会更痛，我就去问小林，小林讲是这样的，他就会跟你慢慢调，然后就讲 OK 了，他就也可以穿很轻，后来就穿24小时的没经验。他讲只有这几天了，他就跟我讲，那我觉得好多了嘞，没有这样痛，我走路也很有力。他讲就辛苦，但是就要时间哦，因为比较有年纪啊，对，慢慢调。我就是跟他讲了，你有年纪有没有这么快？因为每次我看你的 Facebook 给他看，他讲为什么人家这样快，我这样慢，我讲你这样老了很好。因为他的问题也是蛮长的，蛮长，对，对咯，所以要慢慢跟他调。他也是上了年纪啊，80岁不错嘞。对咯，慢慢要一点时间，不像年轻人可能一下子就可以恢复了。对，他的还有谁穿？妹妹不是大姐姐，就是大女儿。我女儿是因为爱美啊，因为我讲是会瘦，她听了就很高兴。她是讲她要穿，我也是买了给她穿。真的，她脚是现在会瘦，屁股又会小，但是很高兴哦，每天很勤劳的穿，就是每天晚上勤劳的穿着睡觉。瘦会瘦，然后她的脚也是，她每天读书是每次做书读书嘛，所以她讲每次做读书起来的时候脚就会麻痹。他就讲你跟我讲这个裤有很好的，我没有觉得，只是现在我觉得会瘦，还有是我的脚就是会麻痹，现在是他讲会了，每次起来是很快的就可以走，那以前起来讲，因为我只是坐几个钟头在那边读书嘛，现在他讲他脚很好，跑很多。所以你自己也瘦了蛮多公斤哦。对，也是瘦了蛮多。从原本刚才讲62，现在差不多是56、57了。瘦了5、6公斤也才穿多久？到从几月？八月穿。八月九十
11、3个月多而已。三个月我还没有每天穿的，我们在勤劳。有时候没空的时候我就不穿，啊，有空我才穿啊。我就觉得看得到效果。对对对。嗯，所以现在如果有人有这样子的问题，你会想要分享给他吗？会会，我们会会想要分享，因为这个是我们的脚嘛，多数是每个人的脚会有点问题，啊，所以穿的会很好。嗯。说都可以帮到大家，就是可以解决到血液循环不好的问题啊，然后想瘦的朋友啊也是可以尝试啊，对，然后对咯，老人家骨盆歪了啊也是可以慢慢调回来，都可以，就需要一些时间，可是都只要勤劳穿都会有看到效果。对，说还有什么想要分享或呼吁大家的吗？嗯，大概是这样。谢谢谢谢。这个裤有送 collagen 嘛，对不对？新加坡 promotion 有个 collagen。啊，我是我买我女儿的时候是有送 collagen， 然后我就就因为我是手是有 eczema 嘛，然后我去看西医，西医讲是不没有药医的，因为是 genetic 嘛，他讲是遗传嘛，不可以医。然后我就去看了，我再去看中医，中医我觉得很贵，我只是拿十天的药就要80块，所以那次刚好送了两盒，我就想 OK 啦，就 try 啦。然后我一试，差不多是2个星期而已，我就会觉得我的手没有这样黑了咯，它的颜色全部比较淡咯，比较慢慢浅化了。我们看一下，以前是很深的哦。就是慢慢它就color tone啊，比较浅啊，对咯。女儿也是讲是啊，妈妈看到妈妈改变哦。